哎，你这金光在这干嘛呢？吃吧。哎，你不吃啊？我不饿。啊？这么多啊！队长，我们先走了哈。队长，你今天打那个桥也太漂亮了。是啊，队长，变强了呀，最近。哎，不过队长，神州州刚才那个变相华信射门呢，是真的绝。 周周，最近你是不是很累呀？你们年轻人呐，可不能仗着自己年轻就不注意身体啊。我没事。其实你们的心意呀，你胡爸都知道。你有事儿啊，忙自己的，别总往这儿跑。是我自己想来的，经常来看看，我心里能踏实些。陈彻呀，也经常来。 但你们俩呀，总也碰不到一起，就好像是商量好的一样。是，我们轮班来。啊。喂，陈彻，你还说你没有坏心眼儿？你这次又想怎么耍我？哎呀！ 我说我这儿有两张冰球票，你没等我把话说完你就跑了，那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把票给杨蕊了。有你这么瞎安排的吗？行了行了，机会难得，你自己好好把握啊，爸。喂，喂，一定要记住中间的这个方位。我们现在用的是周周在国外球队的战术。 但是现在你们都没有领会到这套战术的精髓。教练，不是，我只是习惯于和尹凯配合，我和周周的那个突破还需要磨合，而且周周好像习惯于自己单独突破进攻。就是，沈周周根本就不跟我们配合，对，他只管打自个儿。雷毅，如果你适应不了新的战术，那你倒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能力。 干嘛去了？你应该多带带我们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你现在这样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训练内容都一样，配合也一起练过，你的体能跟爆发力跟不上，这不是我的问题。 沈总让我接你去饭店，我还有事，自己走了。哎，沈总，他说他还有事儿，啊。 你也是冰球运动员吧？对，和陈彻他们是一起的。哎，那还真挺巧的啊！没想到王进和你们居然是一队的，在这儿还能遇见。嗯，明天王进约我去看比赛，我还挺期待的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冰球比赛呢。哎，你们打球？ 真的像陈彻说的那样特别激烈吗？都正常吗？正常。